对，王博，我记得刘斐呢是94年生的，扬州人。到2005年，刘世奔就进入了国家一队。成为女乒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位五冠王。跟刚刚上场的许昕呢，他们两个是2020搭档，夺得东京奥运会的混双亚军。他在提刘斐是1994年出生于江苏扬州，这应该也是他的主场。右手横板削手双削组合以4-2战胜了周宇和陈幸同，成功夺冠。现在我们看到第一局的比赛呢，还是所以说看到这个老将打削球就是不慌不忙的，很稳定。最后还是有点短，就是为了把削球手调动到前来。对，然后冲的时候呢，我们基本上都会往中间去冲，然后调两边。对，你看刘世文也是一样，冲到中间。啊，掉两边，啊，掉住，啊，抽中间了，再掉啊。参赛呢，让现场的观众也很好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局。刘世文直接就把球发到你中间。
球队啊，还是一样。这质量有多高呀？还是这种位失误，这种失误不应该，特别是面对这种流。哇，有一点变化，攻了一把。失误就会出来了，这是个机会球。6-3领先，刘斐叫的暂停，应该要变一变。落连越打心越定，对，啊，而且丢的这种时候非常可惜。运气球，延续那个，还是冲中间，是不是？啊，赛点刘诗雯的赛。